去。对啊，我都叫拍，叫拍伫遐。哦，啊，即卖咧慢慢啊变少啊。咱希望讲这个活动，咱的影响力透过每个人，我们今天也拜托媒体来帮我们那个报道，就是说我们不要乱丢垃圾，而且我们自己的垃圾要管理好，不要丢出来，不要再丢出来了。那刚刚那个乡长跟副县长也有讲到，就是说现在啊，我们已经那个乡长已经把这样子的活动啊，那配合着县府落实到国中国小的学生里头去了，他们啊来出来一起来为了环境土地来捡垃圾哦，那这个呢他在他的一个求学的分数里面啊就可以加分，这样子的一个链接就是一个最好的向下扎根啊，那这样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绝对是大家众志成城一起出来感动了更多的人，这种影响力是非常伟大的，谢谢。因为我们今天呢，透过我们一个竞体活动呢，我们也有举办我们西周乡的一个所有社区哈，在平日的一个环境考察哈，我们也今天来做一个评比，然后是一个颁奖哈。那我们所有的社区这个评比里面呢，除了我们这个当个星期哈去考察那么环境之外呢，那我们最大的加分就是说，他们透过社区平常他们是一个月少一次或者少两次或者少三次的分数是越加越多哈，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个环境的一个评比颁发呢，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社区大家一起动起来，然后呢让我们社区大家有点福利之后呢，大家动力更好，所以我们今天也颁奖，我们第一名我们总共取八名，十九村我们总共取八名，那我们第一名呢就有3万块，再来2万5、2万啊、1万5一直下来，那后面呢连着就是3名的部分就是取到是5000块哈，所以每个社区只要他们愿意有努力，我们就会有成果那个奖金来慰问他们，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颁发经费也颁发了115000块的一个经费给我们社区来领取。好了，过来好不好？